信耶稣真好，咱做伙来好好。
为。
咱的台湾，咱对咱这个字的一个字是啥物字？但我有家己的解说。当我行过2014年的时阵，我感受到的诶，迄个字是惊，惊起来惊。唔知你有敢有诶同款的感觉？当我咧回想过去迄一年的时阵，我想到的字就是惊。咱伫咧食食的中间会惊，唔知影囡仔食油、食鸡是好诶，是无好？咱要出去，要出国，要出差，要出去佚佗，咱会惊，因为唔知影迄个无人机会好好飞无。咱会惊，就算伫咧台湾有惊，伫咧咱国家诶即个国际上，咱嘛有惊，为虾米？即摆有一个组织，伊伫咧做出侪无好诶代志，伊把人诶性命看作无啥。今仔日我伫台下，我要去处理啥？谁知伊？我毋知影除了遮惊以外，恁诶心内、恁诶人生内面，搁有啥物通互恁惊诶？我相信是有诶。今仔日咱已经行到2015年，咱要把即个惊摕掉。即、這个惊无伫咧2015年。因为有啥物伫个中间，有上帝徛伫个中间，咱就无惊。伫个咱个圣经内面，上帝话有讲，有伊个听，咱就无惊遐。伫个伊个听内面，无惊遐。咱毋忙，咱今仔日咱伫个家，咱就做一个祈祷讲，主啊，伫个2015年，咱无惊，因为有你个听，就有平安。咱个食食，咱伫个交通个，也是咱个国际所有惊。咱求上帝甲咱提掉，包括咱心内所有的惊，上帝要甲伊处理掉，咱才有平安伫咧咱心内。因为主疼咱，主伊会疼大过即个所有一切的惊。咱做伙来落落，主伊会疼。
什么会当听受主你的话。